明仔就是教师节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旅游学院特别举办了一场竞书类活动，和学生对到家己高中一个母校，邀请老师来参加这个活动，并且亲手捧一杯烧茶，和老师来品尝，为平常时啊上届辛苦的老师来表达着满满感恩的心。明仔就是教师节咯，为着要唤起学生感恩的心，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旅游学院今仔日上午特别伫校内举办一场竞书类活动，予学生倒来到以早家己高中一个母校，邀请着老师参加，嘛亲身捧一杯烧茶，予平常时上辛苦的老师来品尝。在我们过去的这个路上面呢，我们很感谢老师们的付出。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我们的教师节，我们缅怀古人。所谓韩愈他做的诗说里面讲，师者道也，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理解。所以在我们的学习路上，只要有人让我们能够成长学习的，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就所谓师之所在，竞书类是每一档旅游行业都会举办的活动，今年是以着竞书 All of the World 为主题，透过学生来邀请全国的老师，彰显旅游行业感恩惜福国际化理念。红灯书长嘛借着这个机会勉励同学，在教师节之间，卖忘记爱好好对老师来说一声多谢。无论是当面，也是讲透过通信软体，只要将家己的心意讲出来，相信老师拢会收到满满温暖的力量。记者葛佳明，因空区采访报道。